1959年12月9日清晨，一位清瘦的中年男子随着人群走出了北京的火车站。他看了看时钟，对了下腕表，这个时候已经很少有人认出他，就是末代皇帝溥仪。后来被美国好莱坞翻拍成电影《末代皇帝》，获得奥斯卡大奖。这位曾经做过三次皇帝的爱新觉罗溥仪，出生于光绪32年，满族，3岁紫禁城登基，年号宣统，6岁的时候就被袁世凯逼迫退了位，6年之后他又被辫子军张勋推上了宝座，只不过12天，一场复辟的闹剧草草收场。最后一次做皇帝是1932年，在918事变后，仅仅5个月的中国东北出现了一个被法西斯捆绑在战车上的所谓的满洲国。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整个东北地区，武力侵占只是第一步，想要实质控制东北地区，就需要建立一个亲日政权。日方经过一番谋划后，推出了伪满洲国，元首就是原来的满清皇帝爱新觉罗溥仪。1932年3月8日，溥仪在新京正式宣布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同时任命了各府院部的负责官员，伪满洲国宣布正式成立。满洲国的建立是日本人蓄谋已久、处心积虑的，其目的在于扶植傀儡政权吞并中国东北，划入日本版图，并建立脱离中国本土的独立国。伪满洲国领土范围包括现中国辽宁、吉林和黑龙江3省全境，内蒙古东部及河北承德市、热河省。满洲帝国将长春定为国都，改名新京，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东北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至1944年，市区面积为80平方公里，人口达 121.7万人，超过东京，号称亚洲第一大都市。伪满洲国的居民以汉族为主体，在当时伪满洲国有象征性的国旗，国旗是以1928年以前的五色旗为基础，于1932年做成。伪满洲国国旗的底色是黄色，代表满洲和满洲民族，左上赤色代表热情的日本民族，青色代表青春的汉民族，白色代表纯真的蒙古民族，黑色代表公平的朝鲜民族。但是种族并不平等，存在等级差异，甚至有规定当地的非日本平民禁止食用大米和白面粉，一经发现以经济犯处理。1933年2月24日，国际联盟大会通过报告书，指明东北3省主权属于中华民国，日本违反国际联盟的盟约，占据中国领土并使之独立。918事变中，日军行动并非自卫，伪满洲国是日本参谋本部指导组织的，其存在是因为日本军队的存在，伪满洲国不是出自民族自觉的运动。It is a matter of common knowledge.That Japan's policy is fundamentally inspired by a genuine desire to guarantee peace in the Far East and to contribute to the maintenance of peace throughout the world. Japan, however, finds it impossible to accept the report adopted by the Assembly.为此，日本于同日宣布退出国联。
日军退出国联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完全的操控满洲国，而不受国际的限制。同年九月，根据事先的安排，溥仪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一个出卖中国东北主权的密约《日满议定书》。所谓《日满议定书》，是指伪满洲国的国防及治安全部委托日本负责，其所需经费则由满洲国负担。满洲国的铁路、水路、空路及新路之修筑由日本管理，日本军队所需的各种设施由满洲国尽力供应，日本人可以充任满洲国官吏，由关东军司令官推荐和解职。日本有权开发中国东北的矿业资源，为国防计，日本所取得的采掘权具无期限规定，满洲国在制定或修改有关国防上所需要的矿产法规时，应事先征得日本的同意。在日本如影随形的监视和细微入毫的掌控下，溥仪在这里度过了14年时间，沦为一个彻底的傀儡。除了政治上控制，日本关东军还对溥仪的精神和生活上无所不控。14年里有10年，溥仪都是与一个人一起度过的，他就是地势御用卦吉冈安直。溥仪在他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说，他的实际职能就是一根电线，关东军的每一个意思都是通过这根电线传达给我的。侵略者利用前清废帝溥仪在东北建立的一个傀儡政权，通过这一傀儡政权，日本在中国东北实行了14年之久的殖民统治，使东北同胞饱受了亡国奴的痛苦滋味。随着抗战局势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不内争民主就不能外御强寇，使更多的爱国人士加入抗日行列，掀起一波又一波抗日民主运动。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投降。18日清晨，举行了伪满洲皇帝退位仪式。溥仪匆匆念完退位诏书，伪满洲国垮台。溥仪等人被苏军俘虏，存在了近14年的傀儡小朝廷彻底终结。